我们今天是来参加喜宴，办小朋友的 party， 很多的课程，然后一些会议这样子。哎，可以来帮妈办生日宴会，参加老板女儿的婚礼。我在这里办，台北市玻璃商业通会尾牙春酒。哇哦，什么样的地方竟然可以一次完成这么多事情，太不可置信了。进一步询问下，得知大家口中说的地方就是点华。我对点华的印象呢，其实是菜色相当的多元丰富，粤菜结合了异国料理，而且每个宴会厅呢都有挑高的设计，1到100桌都容纳得下，各自呢都有不同的主题风格。但我想大家办活动都会选择在点华，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，跟点华一定常有它自己的秘密武器。所以今天呢 ，Clare 带大家来到了这个新北的幸福据点新庄点华。现在我们就出发，来看看秘密到底藏在哪里呢？走。位于新庄区中央路上，距离机场捷运复都新站步行3到5分钟即可到达。对于宾客们来说，真的是超级方便的。一进大门呢，就感受到点华气派挑高的大楼设计。水刀切割的大理石曾获得石材建筑设计金奖。今天啊，预约了点华业务人员为我们解说新庄点华。Hello， 凯恩你好，我是新庄点华的 Winnie。Winnie 你好，我今天啊初次拜访点华，可是我一直不晓得说到底这边有什么特别的魅力，可以让大家办活动都会想到点华呢？新庄点华确实有很多秘密武器，那我等一下会带你导览我们整栋幸福大楼，那我们这边请。跟您介绍一下哦，我们通常我们的新人啊会在婚期的前一年就来我们这边做下定咯。一年呢？对啊，让许多人慕名而来的关键之一啊，就是我们拥有不同的主题宴会厅，还有专利的独家设备。哇，听起来超棒的，那我可以试试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走。升降式星光大道，在星光大道上进场，从厅内的任何角度都能被看到，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我们见证这幸福的时刻。幸福千锤架设于厅房顶部，挂上宾客贴心小礼物，随着从天而降的惊喜，将幸福分享给一同参与婚宴的所有来宾。幸福缆车提供给新人最特别的进场方式，让婚宴更加丰富具变化性，轻松搭配活动的流程去执行，完美的呈现不同的风貌。哇，他们的设备真的太厉害了，好特别的体验哦。那接下来我带你去看我们的婚礼仪式堂，走。哇，这里也太美了吧。光廊离天空最近的走廊，套上誓言之戒的两人从此被幸福守护。黄金盒子，天神宙斯珍藏的金色宝盒，证明爱情的永恒永世。哎，对了，那这边除了新娘可以在这边证婚之外，我们还可以举办其他的活动吗？过去我们曾经举办过 After Party 呀、宝宝抓周派对呀、以及文定带领仪式啊，我们都有专业的企划团队来帮你企划这整个流程。哇，在这边感觉置身国外，根本就是完成梦想中的一切，而且啊，连机票还有住宿费都省了呢。那接下来我带你去看我们的专属休息室，这里是我们的专属休息室，提供给新娘在这边休息，姐妹淘啊、亲朋好友可以在这边聊聊天。新庄点华了解宾客的需求，在小小的空间上有着大大的惊喜规划，厅房内 live 画面可以放大好多倍，专属独立洗手间，不仅在休息室有 USB 充电座，让服务延伸至所有的宾客都可以使用。专属休息室里还有电话服务专线，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吧，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服务人员呢。哇，如此注重宾客需求的点华真的太 sweet 了。选择在点华举办活动呢，为的都是能够招待重要的贵宾以及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让宾客呢更有宾至如归的感受。而最让我感受到点华用心的地方，它是更细心的照料到每一个环境，无论是柜台或是洗手间都安装有触控式满意度调查哦。我们非常重视每位宾客来到我们这边的感受，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楼层都有设置一座像这样子的导览机，那可以让客户啊及时提出对于我们这边的整体满意度。那这个里面不仅有最新讯息、优惠专案以及楼面介绍和指引。
哎，我有一项秘密武器一定要跟您说哦，就是我们的听房互动机。乍看之下，我还以为它只是一个电子看板，可是你看下面还有一排功能选项哎。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可以跟 FB 做连结，可以让您线上就看到亲友对你的祝福哦。这也太酷了吧！那我也要来玩玩。互动机的功能呢，真是应有尽有，可以放婚纱照及全家福照的轮播，还可以把您的爱情故事用文字的方式呈现，更可以让喜宴当天的桌次图分配一览无遗。还有更多的功能是拍照、影音留言、文字留言，让宾客来参加喜宴时将祝福及时传递给朋友。拍摄的照片可以投影到现场的画面中，新郎新娘啊，更可以将祝福打包回家。真不愧是秘密武器啊。今天呢，在新庄点华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实际走访之后，不得不说点华真的不简单呢。从顾客的需求出发，提供贴心的软硬体服务，来打造这个独有的幸福大楼，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点华是真的将典礼做到最精华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可以真心的推荐给您，如果您在找寻的是婚宴场地、生日寿宴、商务会议或是春酒尾牙等活动的话，那点华绝对是您的首选。